我这里有100包奥特曼卡包，肯定能找到拯救魔法的奥特曼。赫尔贝洛斯、格斯拉王、特利迦奥特曼、泽塔奥特曼，哎，紫色金币卡特利迦奥特曼。特利迦不是被黑化的泽塔暴揍了一个吗？怎么可能救他？就是特利迦，不信你看，特利迦，快救救泽塔！怎么样？我就说是特利迦吧。这一算你厉害，那你知道谁唤醒了黑化的泰罗吗？对啊，这可是光之国的太子爷，你要是知道的话，就赶快救救他。这有什么难的呀？分分钟给你找出来。嘿，摩格巴萨、戴亚伯里克、阿伯拉斯、霍、风马奥特曼、乌拉、雷德王，初代奥特曼签名卡，初代，不行吧？一个初代当然不行啦、啊，看我再给他找个帮手。嘿，看看这包里面有没有？哎，爹，艾斯奥特曼和初代奥特曼奥特兄弟，泰罗，你的兄弟来唤醒你啦！泰罗，醒醒吧！英雄对决吧，这不是不是不是，哎，镜子骑士，哎，钢铁九号，这还只找到两个呀，还差两个，我这还有这么多卡包，我来找，看这一包，托雷基亚奥特曼、泪龙嘎、霍、哥莫拉、杰克奥特曼。